节目讲得无谓嘢噶，你知点解咧？点解咧？如果开个节目讲无谓嘢咧，我就唔中意嘅。就喺节目讲无谓嘢，因为如果开个节目讲无谓嘢会俾人闹噶。唔系啊，因为而家我哋开个节目系讲，譬如讲恐怖一粒钟啊，或者讲极度新闻，或者讲重大犯罪课啊，个人哋系俾钱人哋听嗰啲恐怖嘢啊，听啲重要嘢嘛。如果你讲无谓嘢嘅时候咧，觉得自己有种呃钱 feel 啊，好有犯罪感啊。我仲以为你话个网民听到，以为送多咗嘢，除咗案件仲有冇嘢？唔系啊，你觉得有呃钱 feel 啊？你觉得哇呃咁嘅钱？我就呢啲，你明唔明？牙仔性格作祟啫，喂，扯太远咁唔够。喂，咁俾阿张。